想要避免业力的牵引，就要时时忏悔，让清净心现前。由于众生无始劫来所造的业因，障碍我们目前所行所为的一切逆境，并且依照不同的业因感召不同的业障，致使我们心生无明，本自具有的菩提自信无法现前。咱每一个众生啊，拢无始劫来所造，造了真多这个业障，这个业力。那么有这个业力的牵引呢，就使咱受到真多的这病苦业苦。那么这呢，这款的业苦啊、病苦，拢也照着咱随时随地来忏悔。那么，敢若亲像一个茶壶啊呢，你要来啉茶也好，还是要啉水也好，你一定要把这个玻璃杯啊洗好伊清气。就是讲咱的本性啦，本来是清净的，你受到这个业力，把你污染去啊，你若无随时随地来忏悔，忏悔后这个业障会当清净，你才智慧会当显现起来。那么你有智慧呢，你就会当好好啊去行善，袂去造恶。咱在这个社会呢，做的人足多的啦，要行善的人敢那较少，咱放眼界看去，咱这个社会非常的混乱，就是安怎，伊这嘛是业力的牵引啦，但是伊就是因为伊唔知影，伊造业，伊佫袂晓求忏悔，所以实在是佮想起来嘛是讲，因为伊就是无智慧，都无智慧才来做这个业力呢。所以咱会晓忏悔的人，咱就是会晓拜佛的人，这是有大福报。菩提自信虽然是我们本自具有的，但若是没有透过忏悔来去无存精，佛性便无法显现。有缘学佛的人，如果能弃悟菩提心，就能在行住坐卧起心动念之间都是道。因为佛与如来并不是从心外去求得，而是从内去明白万物无所住的那念心。法界新闻蔡孟章刘明明高雄采访报道。